未料乡公所为了要迎接新年的来到，办公室充满喜气。员工利用休困时间，向乡长来领抓年的春联，讨一个好吉兆。好年的这个用个春联啦吼，啊，由咱未料公所甲未料代表会共同来敬上咱的这个所谓啊，这个用个乡民啊，每户呢拢皆有。规张啊来搭伫咱这种叫门口啊，恭贺咱回乡啊拜年的这种叫联朝吼。未料乡公所每年拢会印制春联，今年嘛无例外，因为人口持续增加，分数增加到14000份，配合全年生肖，无论是人民多样，拢结合全年吉祥喜气。啊，其实蛇吼是祥龙，是瑞龙的一种，它是属于小龙。啊，所以我们把它做成 Q 版的哈，希望可以大家收到这份，这份那个春联哈，都可以蛇年行大运，有蛇才有德哈。今年代表会结合乡公所印制全年恭贺新喜的春联，为着要大家感染过年的气氛，公所透过全办公处来发送春联给民众，因为全年春联真古锥，加上有吉祥福气的意义。真受到乡民的欢迎，非常的漂亮。哎，有什么样的特色？什么特色哦？今年上面的蛇图案特别象征，有蛇才有德。可爱吗？非常可爱。特别用这个春联哈来，和乡民哦，沾这个喜气啦。啊，这个设计来嘛袂歹啦。啊吼，希望咱未来乡民哦，大家吼新年吼。快乐啊，身体健康。因为咱蛇吼，早期予人感觉吼，可能会感觉较恐怖。啊，今年做这 Q 版的吼，我感觉非常的有趣味，啊嘛会当带来喜气，予人大家对蛇印象更加好。年关将到，未了乡公所今年的春联已经印制完成。乡长林尚礼除了要求村干事将春联送到各村办公处，嘛率领公所的员工。提早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有蛇才有德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